今天的主题比较不一样，叫做粉丝来我家。我平常都会跟很多粉丝还有网友互动，有一位他就有一个目标是想要当花艺老师，我就跟他聊一聊，不然你来教我插花吧，顺便来让安香香一起体验。其实他也不是我第一个见面然后要认识的网友，还蛮多会有聊到一些话题，就会有一些交集。世界就这么小，有些可能就是我朋友的朋友，或者是在我工作上面有一些关系的，然后就原来你也是谁的朋友，原来你也就是做过这个工作，所以我就问他说，那我们就来拍影片吧，然后他也是很开心，所以今天就有了这集。好，那他快要到了。Hello， 他是 Aris 姐姐还是阿姨吗？姐姐先、那就叫 Aris 姐姐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插花。你要一起插花吗？这是今天早上去买的新鲜的花，很美耶。学生一号，学生二号，学生三号，他们其实就是还蛮爱做一些东西，就很开心，想说叫你一起来啊，然后插花，他们就也会很开心这样。我自己也是因为觉得插花很好玩。一忙完，我第一个行程就是先安排上插花课，我就会心情很好。这个，我要这个。你要跟老师一组是不是？好好好，我一组吧。那边好。I can fly， 然后这样放就好疗愈的感觉。我最喜欢桔梗了，在家插花很疗愈。你要考虑就是以后做道服可以吗？在考这个之前，你都在做什么？我是工作本业，对，其实这个花艺是我的兴趣，就是我是做保险的。我的本业在国泰人寿，你完全不像做保险的耶。我已经做五年了，其实也还蛮长哎。有些他可能做个两三年，他就不一定会去做，突然消失之类的也是会有。因为两年通常是一个瓶颈，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责任感吧。这是我做最久的工作，我上一份工作是柜姐。什么柜姐啊？彩妆柜啊。我把好了。对，感觉好像你有哎。有哦。你感觉好像很多才多艺耶。你还有在做什么？大学的时候模特。模特。我觉得对小孩好像会花更多时间、跟精力、跟精神，但是看他们这个过程觉得很可爱感觉这样差不多几百种。可是我觉得你的很好看哎，你再多加一点绿色的感觉。不愧是老师，你一开始还很没自信。毕竟我还在学的过程啊。这样子可以吗？这样子可以吗？你再剪下去，老师就要爆炸了。你根本就只是想要剪，对，漂亮而已啊。点点小路。这样会伤到桌子啊。你等一下全部要弄动起来哦。如何？擦完一轮就累了，尤其他们在旁边。但是我觉得还不错，他们两个会帮忙平常他们也不会一次摸到这么多植物，所以对他们来说是很新鲜的。对，终于擦完了，太好了，还没成长。你会给我打个分数？你之前擦过花对不对？对，那我要严格一点点，我觉得这应该92分可以，这么高？因为我觉得你颜色使用上搭配很好，毕竟我是艺术系的。我分数很高。一开始你在说你做保险业务的时候，我有惊讶到一下。保险业务不是感觉就是都好像很紧绷，然后很匆忙。我们公司它刚好在推工作与梦想一起前进，所以像我今年的目标，我就想要给自己考花艺师。工作之余，我就可以调节时间的分配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你看，你又要顾小孩、料理家里，加上你自己的工作，根本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吧？对啊，超级满。其实还蛮想问你，做保险业务的很多，我也有蛮多朋友在做。有一个比较离谱的是，他就会一次丢了十几个东西，他说这些都是必备，但我就会觉得压力很大，在缴这么多钱。如果说你不了解，但是他们跟你见面的时间又很短暂，你可能又没有办法细问很多的话，像我们公司现在有这个网页，它叫做国泰人寿我的保险好妈姐，我们可以透过影片来去了解自己的需求。这网页蛮可爱的。对啊，看漫画最好了，谁都可以懂啊，看生活的一些内容，还公主王子哎。 OK， 那我就可以等小孩睡了然后坐下来看。对，而且还有不同的主题，假设60秒高动、微型保单啊，然后小额终老啊，或者是规划小朋友的意外险，你都可以自己透过这个网站去了解你想要的内容。男生太容易受伤，很严重，从小到大，比如说这边整个曾经烫伤过，学校就楼梯跟人家玩，然后摔下去啊，爸爸可能搬个东西，然后就用力往上一撞，一滴血去缝很多针，我整个吓死，不知道该马。
他还是该要怀孕之前赶快先去了解一下，是不是？现在很多新手爸妈结婚之前，或者是我们计划生小孩之前，我们就会先检视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保障内容，如何预约我们专属的顾问。保障的部分，我们就可以勾选我们要医疗保障，然后按确定，然后按一下地区，像你是在台北，像这个思琪好了，年资多久，专长，服务的区域，这有点像那个打扫也会看评价什么，他打扫多久经验的，我觉得这个好哎。透过这个地方，你可以看到，他是安全，然后有公信力的人。这个阶段你可能会遇到的是子女的保障，然后还有小朋友的教育，那刚好这是他的专长的部分，你就可以选择这个人来做预约。如果有些人是需要投资啊，或者是保障啊，这里还有退休养老啊，对，这边有专长，他就会直接秀出你的专长来。等一下哦，他在爱，对，他是爱的有点多。你看，我就又有小孩，现在又有狗，知道吗？我们也有宠物的保险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没听过哎。以前狗狗又没有什么健保，前两天才带它去，因为它皮肤就有会痒，只是这样看，就是去咨询一下，搞清楚发生什么事，就800块。800，像你养狗狗，我养猫咪，你都可以帮宠物投保宠物保险。国泰就有一套系统，可以帮你把你所有目前有的全部秀在上面，缺少了哪几块，我们再去做规划就好了。不用说什么都好，我就要你什么都买。你把你的保单给你的服务人员看完之后，他会帮你整理过，然后就会有这样的图表。这是我个人的，最新的，这个好清楚哦。没错，这个网页的做得蛮好。晚上我可以好好逛，谢谢你今天来。不会，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很美好的下午。欢迎继续来教我们什么东西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会继续学习，然后我们下一次还可以互相分享其他的东西。很期待你考上那个花艺师，会把小朋友的花艺放进我这一次的重点，可以亲子一起互动。其实是我们想休息啦，把小朋友丢给老师，对对对，爸妈可以有自己的那个空间休息室，然后小朋友一起来玩。对，好的，我会努力往这方面发展。好，很期待。可以插第二个了吗？哦，好啊。我还要再跟老师一起。那你来。你看，小孩真的也很爱做这些东西，很成功，耶。